赶快起床。爱就是冷漠，爱不就是冷漠。西伯，快起床，迟到了，已经迟到了，弟弟来哦，弟弟来哦。起床喽，快要迟到了，快点起床。起床。三种不同画风的起床铃声，大家快存档。有谁要跟我们的毕书尽跟你一起？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选？你们等一下。闭嘴！闭嘴！毕书尽跟李玉玺两大男神来了。他们带着追星电影，有一种喜欢降临星光与让新闻，看看现场这疯狂的程度，就是要快抓准机会，和他们靠得越近越好啊！爱就是冷漠，爱不就是冷漠，对你说一百个理由，白给你一个笑容，迷恋你眼睛彩色漩涡，需要你撒浪耶。哎，刘星，你这边有一个恩呢，恩字，有一个恩字哎，什么恩啦？黄宇恩的恩。哎呀！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粉丝？你怎么把人家拉错了？我以为我会播啊。不过别忘了，本节目还有个 kit， 想宣传电影可没那么容易。我下巴是很强。一、二、三，啊！呀！开吧，必须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！闭嘴！不可能！闭嘴！闭嘴！宣布宣布宣布！让他赢，他快中风了。拉一下，你快中风。怎样？无啦是无啦，无啦呀！偶像你啊，鬼袂来啦！我下面就顶你啊，我就厉害啦！我最讨厌望新闻，就是中间没广告。超累，看到他们这么卖力，再强调一次，我们真的没有欺负 BB 跟 Dino。3月30，一起去看《有一种喜欢》吧。有一种喜欢毕书尽，一种喜欢毕书尽，有一种喜欢毕书尽，喜欢毕书尽，有一种喜欢毕书尽，毕书尽，喜欢毕书尽。错，有一种喜欢毕书尽。